准了。他把他从旁边射出来的。废话，把他从旁边射出来。好厉害哦！不会很 happy 的哟。耶啊！哇，好漂亮啊、哦！比去年还厉害耶。跟去年没有。这个烟火是大陆做的。哦，好。你没有看新闻？好了，是真的很厉害啊，是台湾的吗？所以你他们从那边看不都是烟吗？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你看看烟都往那边飘啊。没了。没了，没有。是往旁边。那怎样？你知道日本每一种烟火都有名称。日本爆炸声，日本有烟火王，烟火师傅啊。就我们每次在看烟火，都不知道叫什么，然后他们都可以叫出名字来。有啊。那去年是比较长。还有唱歌哦，对啊。真的很漂亮啊！还有还有。应该没了吧？